就是找我干嘛干嘛，然后我不干了，对吧？干！不管是电视剧、偶像剧、电影、网络广告，不管什么形式，总是观众爱看，导演就爱拍，反正你们也看不腻啊。我忽然不知道怎么跟你啊，我好，我们来聊天好了，我们来聊天，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啊。然后他晚上跟我传简讯的时候，都会传一些色色的东西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很害怕。就是聊色啊，可是不是那种花钱聊色啊，是因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啊。那时候我也不懂事，因为主要话题都不是我在讲，每次都他在讲，他都在讲说什么啊啊啊。那时候我不叫小健，那时候我叫小智，因为那时候我的本名有一个智，可是没有健。那时候他叫我什么小智，怎样怎样怎样啊，好热啊。什么好热啊？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什么？哎，你想不想要？我那时候还问他说：想不想要什么东西？想不想要什么东西？我干，我真的是年纪太轻，什么都听不懂。所以我是小刚吗？刚你老师啦。”我跟你们讲，认真的好吗？我以前有改过本。什么小智障？靠腰哦！哈哈哈！告你哦！我告你们哦！那时候我国二啊，我当然很单纯啊，废话。他妈的，你天生出来就知道什么叫做想要，是不是？好想要，好热，好湿。你一出生你就知道吗？